沉重，因你而加倍的感动。 My baby, you baby, 让我多记下一些沿路感受，那将会是我最美最好的收获。走秀，冬泳，我们穿这么好看，肯定走秀。打猎，捞雪糕。我觉得我们去什么？巴黎。我觉得我们下一个时装周，不，冬天嘛，我们去，沙漠走秀。今天就是呢，是带大家非常开心的出去过一下年，好吧？如果大家好，就是我们所有人一起能够一起过年。之前有一起就是跨过年吗？我们好像没有一起过过年。其实我们现在所有人上车之后，就已经完成了一些分组。这个分组是怎么分的呢？大家从自己就是座位底下去找。又来。又来。你们觉得是不是跟上次那个我们喝水拿那个杯子？上次我们合宿的那个很像。对。哦，我是一。啊。一。不是一。哪是一？我也是一。一。一。我是一。我是一。一。一。也是一。我们五个。我们五个是一。这么巧，好，那现在我们两组呢，你们就可以给自己队取名字呗。我最喜欢这个。为什么要分组？要比赛吗？一嘴保密。保密。不是说过年吗？这是要搞事儿啊。保密人吃的多，你觉得他们会不搞事吗？觉得他们一个会从我们你上这个车就已经开始搞事了。这要是比干饭的话，二组实力雄厚啊。一组也不赖啊。不是 ZS 我们 ZS 贼帅。哦，大家好，张姐啊，对，都贼帅的。然后呢，我是苏新浩，苏新浩，我也是 Z， 贼帅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二号组呢？叫，好，我们叫草率。草率，可以，草率，这个、可以，论草率，我们我草率。噜啦噜啦嘞，噜啦噜啦嘞，噜啦噜啦嘞，噜啦噜啦嘞。聪明、勇敢、有力气，我真的羡慕我自己。嘿，呼啦圈也没问题，头空翻两周再几个力。嘿，一起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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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熙熙攘攘干啥？抓紧时间集合，快点！啊，上吗？抱歉。没准你讲话了吗？你们知道你们是要干嘛的吗？不知道。我告诉你们，从步这个门开始。请端着你们的态度，你们不再是一个小学生，不再是练习生，你们是来接受部队洗礼的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有没有？明白。注意看我手指方向，有衣服，各位队员，有两分钟时间穿服装。老师，报告，我们是在这里换吗？你只需要把你的外套脱掉就可以了。你想去哪里？啊，裤子呢？不用脱。注意安全。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这是鱼。这是谁？扣子。哇，谢谢你。头一回。我的扣子呢？我鞋子怎么这么小？哎，这扣子有问题啊！这怎么弄啊？我这什么也疯了，这没放，你衣服都系不了、啊、我也没放。OK。这个鞋子啊，你怎么有扣子啊？有没有长的？你们少了一双
这是很明显的。我是不是穿错了？这裤子好长啊！哇，我这个太短了。没办法，这大衣的手，你的鞋，那你的停！你们这个速度，再不都里面打仗，宣布阵亡了！人家打到门口来了，你还在穿衣服，还在找鞋子，好像所有人不及格，腰带扎上。停！来看你们站队，弯气流发的，手放大腿两侧。来，你出列，面向他们，站中间，标准着装，腰带、鞋子、帽子。那再看一下你们，那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资本去笑他，是不是觉得你穿得非常的潮？你是第一组的对吧？第一组加两分。好，起步。来，第二组所有的人双手抱头，五个，一，耻辱，二，耻辱，三，耻辱，四，耻辱，五，耻辱。再给到你们三十秒，着装，迅速整理完毕。五个，加，扣子没有扣眼。没有坎怎么办？自己想办法。我走。枪。报告。枪。鞋穿不进去，裤子太小。报告，腰带太小。可以调。停。欢迎大家。朱子行到，左航到，宋宇坤到，宋宇坤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邓嘉欣到，于雨涵到，苏信浩到，张吉到，张泽宇到，张俊豪到，穆子成到，非常不错。简单讲几点要求，在队列里面只要遵守队列纪律，当你需要做什么，想干什么。麻烦你们开一下你们的金口，说一下报告。那现在你们想干嘛？穿衣服，报告。穿。你们想干嘛？现在里面想干嘛？我们饿了。饿了是吧？我也饿了。这个衣服可以脱掉。这个衣服可以脱掉。有点冷是吧？能不冷？不冷。不冷。冷不冷？不冷。冷还是不冷？不冷。他们不冷，你冷是吧？啊，对。来，你去把衣服穿上。不要。朱莉。冷不冷？不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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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是吧？对。真的，最后问你一次，冷不冷？冷。来，听我口令，跑两圈，向右转，需不需要给你们普及一下哪边是右边？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是吧？胖胖，走的时候咱们就开始跑起来，走，左转弯，一二一二，走，四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节奏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我衣服大了。好了，停。现在你们能讲话吗？能不能讲话？不能，不能。谁衣服大了？报告我。谁鞋子小了？报告我。刚刚谁在里面说话的？报告我，报告童宇坤。童宇坤是吧？我。你是谁？好，来双手抱头。衣服大的，鞋子小的，刚刚讲话的，五个，一，安静，安静。二，安静。三，安静。
五。能不能讲话？报道，报道，报道。不能是吧？看到没？走。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二三四。一二三四。最后一圈。向左走，来往前面走一点，停，向右靠，起，向前扣，小心，还冷不冷？报告，不冷，冷，还好，还冷是吧？不够，鼻涕都嘴巴上了，报告，鞋带掉了，藏，可以动啊，可以动。报告鞋子系脚。报告。请讲。鞋带掉了。系。报告鞋带掉了。系。鞋带掉了。报告鞋子太小了。十秒钟调整。报告，外套有点热。饿了没有？饿了。饿了。我听不见你们吃饭的。饿了。要不要吃饭？要。接下来我们有20分钟，太多了是吧？来，接下来我们有15分钟，够不够？报告够，报告少了。接下来我们有10分钟，够不够？报告够，够不够？够。解散。报告饭堂吃。饭堂。报告饭堂，饭堂。饭堂。我等会儿带你们去啊，10分钟时间，解散，大喊一声，杀，解散，杀。吃饱了没有？报告。饱了没有？饱了。饱了是吧？那我们就开始今天下午愉快的军事训练时间，最后一名到，把那个手露出来，左右间隔30厘米，向右看去，向前滚。Yeah.
好，先从你做啊。
要软要站手。你就是说，喂。咱们今天训练到此结束，感谢你们。无限提供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光吃米饭就行了。首先，田园食蔬，8块钱一份。不行。下一个，青椒玉米8块钱。下一个，下期我说要不起，要不起，直接光最便宜的了。哇，5块钱一下。白开水2块钱。然后麻婆豆腐8块。好，不起要不起，我直接光最便宜的。西红柿炒蛋。10块，要不起，要不起。鱼香肉丝，10块，要不起，要不起。老盐菜烧白，哇哇哇，歇着吧您嘞。白砍鸡，哇哇哇，歇着了，歇着就歇着。石锅黄焖鸡，不要不要，菜都凉了，你们吃吧。别，李小薇。水煮肉片，吃不下，吃不下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我吃。哇，可是你便宜了，万一便宜了呢？多少钱？25。椰奶，12元。啊，好贵！椰奶12元，12元。我们餐店允许自带酒水吗？是大瓶的还是小瓶的？可以白水泡米饭吗？老干妈。可以可以，这个10块。老干妈，豆腐乳5块。我吃了豆腐乳，我吃了连豆腐乳。还有没有？哇，是不是还有一个环节？但是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环节。猜到了，在我们现在的场地不远处有一个果园，果园的入场费是。1块钱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哎哎，听我说完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果园里面呢，我们会提前藏好代金券。其中2元代金券6张，5元代金券2张，10元代金券2张，还有1张50元的。然后果园的入场券是1分一个，5块钱一张，跟不1块吗？开个玩笑，我乱说的。啊，还转给你了是吧？不行，继续说。是这样的，第一遍。好，是这样。但是我们这个果园现在是搞活动，可以免票进入。但是呢，有一个要求，需要大家分为2人小组和3人小组。并且绑上我们的2人3组绑带前往。